我把该说的也告诉你了。那天晚上是向丛林。什么？其实丛林他对飞霜爱慕许久。 没有丛林，你会如何选择？我算了，我还是不要知道答案了，因为我知道，人没被逼到绝境的时候，绝技不知自己在生死关头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。这个问题。 我永远也不要知道答案。丫头，你答应我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许欺我，不许骗我，更不能拿绝情的话来伤我。好。若有苦衷，你就告诉我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分担。好。若有磨难和困难，我们就手牵手一起去闯。如果。 不能同生，宁愿共死。你不会死的，我跟你还有长长的一生要一起度过。啊！ 白廷俊，白廷俊，白廷俊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，叫你不要乱动吗？你怎么样了？我知道我是个废人，见了现实又如何？他再也不把我当他的廷俊哥哥了。该死的不死，不该死的却生不如死。 启禀王爷，诸位大臣已经布置准备了陛下的斩义礼，他们已经在大殿候着了。王爷，要不然我去找他们，我可以用生命向他们证明陛下已经生出了双翼。我去。 王爷，王爷，这大殿怎么还不来？参见王爷，都起来吧。谢王爷，王爷。 这吉时已过，还是请羽皇陛下赶紧出来参加斩义之礼吧，大胆！陛下天威何时轮到你来指手画脚？再说吉时已过，再多等一阵又有何妨？王爷息怒，臣等并非催促王爷，只是羽皇斩义礼之期一拖再拖，不光朝野百官。 就是黎民百姓间也流言四起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与民心不稳，社稷不振啊！我倒是要听听，外面传的都是些什么流言？天意，你也回来了。 之前，让王爷忧心了。看来我这千军万马，远敌不过他的甜言蜜语啊！恭贺陛下斩义之喜，吾皇天命，万世荣华，风凌霄汉，永浴兰州。众卿平身，谢陛下。
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，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吗？我生而无一孔，是一个残缺的皇子。我看上去有多么的骄傲，内心就有多痛苦和自卑。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走进我的心里面，除了你。每一个贵族与人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， 就是能在自己的斩翼里上展翅翱翔。可是对于一年前的我来说，斩翼里根本不是什么梦想，而是悬在头上的一柄利剑。为此，我寻找花神佩，想借花神佩的力量，找到星流花神，让它赐给我飞翔的能力。那你现在找到了呀？你不光生出了双翼，你还有一对与众不同的金色羽翼。 那花神已经不重要，我并不是因为生出了双翼才跟你说这些话，而是皇叔曾经问过我，如果有一天在翼福林跟飞翔之间我必须选择一个，我会怎么选？现在我已经知道答案了，丫头，只要你在我的身边，就算生不出双翼又如何？ 兰州大地，我们一样可以用我们的双脚去踏遍。可你是羽皇啊，你要生不出双翼，会受万民嘲笑的。如果是这样，你还愿意做我的羽后，和我一起荣辱共担，不离不弃吗？那是当然了。不管你是羽皇也好，平民也好，惠妃也好，不惠妃也罢，四海八荒， 我都愿意跟你去。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它不是摔碎了吗？我已经把它修好了。丫头，我现在一生所愿就是与你立下白头之约。你愿意让我为你戴上它吗？ 我的母后红鸾皇后也是一名人族女子，可能正是因为人与通婚，我才生来没有异口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小皇子也跟我一样，那该怎么办？那小公主呢？你是想给我生几个呀？
凤天意，你太过分了！之前请来的那些名医，给他们些钱财。 算了吧。是。可是王爷，属下想斗胆问一句：您之前叫他们来是做什么呢？那些流言蜚语绝非空穴来风。直到典礼前夜，天意身上都没有一孔，那又如何能在展翼里上飞翔？你也看到那帮大臣的嘴脸了。 如果天意不能展翅翱翔，皇位又如何能够做到安稳？到时我南雨都，呵呵，又要多出几个学龄来了。难道您是打算……我只是一个被削了权的王爷。 有没有双翼，又有什么重要？王爷，双翼是我们羽人最珍贵的东西，而且换翼手术风险极大，一不小心就会失去生命的。王爷，您为陛下付出的真的太多了。看你说的，好像我现在已经不能飞了一样。 我这对双翼还能带我去很多地方。听说兰州只是九州的一小部分，先去哪儿呢？王爷，您是打算要离开吗？陛下江山初定，又抱得美人归。 还留在这儿做什么？自然要去享享清福。来，佩玉，陪本王喝一杯。王爷，属下觉得你有些孤独。<笑>孤独有何不好？ 你若觉得孤独不好，是因为你害怕孤独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。可是属下觉得，人之所以会感到孤独。 是谁？是谁？出来！小妞的笛子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你是谁？ 你就是那个不知好歹的白亭君吧？小妞的笛子既然到了你的手里，那说明他就已经死了。可惜了，一副好皮囊。你认识彼岸花？是你让他去死的？什么话？他是为你去死的。
看你这个鬼样子，是刚接受了法髓易经之术吧？你不好好在床上躺着，跑我这儿来吹什么笛子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不是他的真命天子。什么真命天子？你还不知道吗？彼岸花寺不是为了那个破玉佩，他是为了成全你和那个星流化身的托身，他叫易福灵的。星流化身杨佩，只是这化身命定的恋人。原来你不是，小妞白死了。什么命定恋人？化身杨佩指示的是化身的灾星，你再说一遍。别要死要活的。下都是伤，为了谈情说爱受了不少苦吧。可惜啊，却什么都没得着，为什么？易千金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吗？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吗？不要性命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你听着，就算是生不如死，也可以死而后生，你还有机会。我还有什么机会？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无处可去。你可以回双城。哦，对了对了，你被你的亲娘赶出来了。没关系，他已经失踪很长时间，你现在可以回去了。失踪？我母皇失踪了？兄他没派人找他吗？找不到啊！你记住了，天欲不取，反受其咎；食之不行，反受其殃。现在双城乱成了一锅粥，正是你的最佳时机。天欲不取，反受其咎；食之不行，反受其殃。现在双城乱成了一锅粥，正是你的最佳时机。不想回去，我对黄土霸业没有什么兴趣。对黄土霸业没兴趣？可是让别人痛苦会很有趣。我可以帮你，我是天涯子，你们双城国师天机子是我最讨厌的师兄，想好了再来找我，天底下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。那我母皇，天涯子，那我母皇在哪儿啊？天涯子，你要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到，就当我看错你了吧。我知道在什么地方了。师母啊，师母，您姐姐还是放不下冯天一。唉，师父也不知所踪。不过有师父的机关陪着我，我余愿足矣。
就说嘛，原来花神配真的是一对啊。师叔，师兄，你们看这七星灯怎么了？这又怎么了？不会是又坏了吧？啊！哎呀，上次为了修它，差点要了我半条老命。这次我可不管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师叔，你怎么了？七星灯不会无故失警的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赶紧上去看看吧。神配聚齐了，这些年南雨都的星流花纹消耗殆尽，若花神再不出现的话，雨族就会岌岌可危，兰州大地的和平就会受到重大威胁。眼下双配聚齐，花神即将降临人间，这真是太好了。哎呀，依我看呢，哎呀，这又是有一对有情人要被拆散了，有什么好的呀？怎么会落到宇环真这小子手里？怎么会这样？母皇，双城一别，竟是永远。而与所爱之人最终一起葬在梦想之地，就算化作两具枯骨，咱们也算是得偿所愿，求人得人了吧。你怎么来了？灵儿让你来的吗？
师傅，玉皇真，你小子长本事了。师傅，身为星辰阁弟子，竟敢偷看禁书渊海天宫，还将里面的东西做了出来，你可知罪？可是，我早就被逐出师门了呀！还敢狡辩！不，啊！ 一日星辰阁，一世星辰阁，给我回去。哦，少主，这面具，你可还满意？ 师傅也会骗人，还说是因为偷看禁书抓我回来的。原来只是想要花神佩。大胆！你可知道，这花神佩是何等重要？它关乎着兰州大地的兴亡。你竟然敢私藏不报！应辰师傅，这花神佩并不是我的东西，我既不知道它有何用，更不敢随意交给其他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告诉你，星流花神每隔百年就会降临人间。 为禹族带来供给飞翔的星流花粉，如今又到了百年之际，星流花粉即将耗尽。倘若花神再不出现，人与两族之间的平衡就会遭到破坏，兰州大地岌岌可危。这花神佩所代表的，就是星流花神少武和他的爱人片羽，在人间的化身。 如果两人相遇，便会唤醒花神，化作无数的星流花粉，洒落人间。化作花粉，那花神岂不是？花神不死不灭，所消散的只是他的人间的化身。如果羽族没有星流花粉的话，就会遭到其他种族的觊觎和战争的蹂躏，无数百姓生灵涂炭，以一人之命救万民于水火。 这是花神脱身应该做的。行了，别说那么多了。你老实交代，这花神佩是从哪得来的？这什么地方？都出来吧。 久可想死你了。哟，这位俊俏的小哥是谁呀？休得无礼，这是双城的太子殿下，还不行礼？太子，太子怎么会来我们这样的地方？ 真有点太子的脾气啊！秦洛林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少主，你看这些人都有什么共同点？你看出来了，却不敢说。好，那我替你说，他们都是常人眼中的废人。 瞎子。
麦子、哑巴，还有我，瘸子。不过，我们也有些常人没有的好处：高老，擅长建造，手艺一点也不比机叔差，时间、力大无穷，无人能及。行者，擅长遁地逃生以及偷袭之术。风墨，虽然说不出话，不过只要是他想追查的人，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了。至于琥珀嘛，相信少主必定是看出他的好了。说了那么多，还没说你自己呢。我，我是既不会造东西，功夫也不强，除了被你这个小妖精看上之外，这最大的好处嘛，便是曾经给这个太子殿下当过几天差了。季洛林，我还是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要说这些？少主，我们都是被世界所抛弃的，如果我们不连成一线，这世上哪还有我们容身的地方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曾经背叛我，投靠封天翼。是，所以我才落到今天这个下场。可是天不绝我呀，我还认识了他们。少主，你的事，风墨都已经打听到了，我已经在那里等你很久了。那里？那里是哪里？你知道天空城？这世上还有风墨不知道的事吗？还有高老，高老也是九死一生从那里逃出来的。之前有份建造天空城的人，都被你那狠心的母皇给杀了。少主，之前我背叛过你一次，如今又救你一次，我们之间算是扯平了。这并不代表我们还能做朋友。这世上本就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如果说我之前还犯过错，那少主你一路走来到底是做错了什么，才落到如今这步田地？还是说，这世上本没有黑白善恶，只有顺我者昌，逆我者禄。只要太子一句话，我们都替你掉漆。算是生不如死，也可以死而后生。天欲不屈，反受其咎；时之不行，反受其殃。殿下，容颜尽毁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爱的人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。反正我爱的人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。如果雨涵真说的是真的，在福玉岭的那块阴佩是被封天翼打走的，那我们还真的错怪庭君了。但阳佩毕竟在他手上，他又打坏了七星灯，我们缉拿他其实也不算冤枉。哎，庭君这孩子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双城多日无主，我们也不能天天看着呀。区区一个雄堂还是女流之辈，哎，怕是不能长久啊。哎，这女流之辈怎么了？
人家白女皇不也是女流之辈吗？啊，我倒是觉得那个熊堂挺好的，最起码人家还很铁血柔情吧？啊？嗯？我的意思是说呢，个人有个人的命数，各族呢有各族的命数，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啊。我们还是去看看这次的花神跟他的爱人长什么样吧。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之前有消息说玉皇即将大婚，皇后是一个人族的姑娘，但没想到是易福林啊。那我们赶快前往南雨都吧，事不宜迟。哎呀，那走了走了走了，走喝喜酒去喽。最近城中传闻有羽族奸细出没，正在调查中。城西出现小股难民，已经派官员前去安抚。两位大人做得很好。女皇陛下失踪数日，我受星辰阁委托代理国事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好一个但求无过！你不过区区一个侍卫首领，却在这里愚智僭越，妄议朝政。让我代理国事，是星辰阁阁主星印池的意思，他看中的就是我对女皇陛下的忠心。再说，我已经派人去寻找陛下，陛下一旦回朝，我将立刻还政于他。那如果找不到呢？对啊，就是手稿掉了，怎么办？各位同僚，国师说的对，如果一直找不到女皇陛下，难道就任由你这个小女子霸着双城国主的位子吗？你，我们不服！不服！我们不服！不服！我们不服！不服！不服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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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稍安勿躁，听我一言。今日我夜观星象，发现地星陨落，周星沉浮，也就是说，女皇陛下已不在人间了。眼下我们最要紧的是另立新帝。胡说！女皇陛下除废太子白庭君外，绝无其他子嗣，你要如何推举？如此说来，你也认同女皇陛下已不幸身亡了？你，哎，不推举也可。那就由我代为摄政，直到选出有能者为止。不过这个有能者可不包括熊侍卫这种只会喊打喊杀的。哼，我行兵马之职，忠朝廷之事，还从未想过要取陛下而代之。倒是国师此言，其心可诛。哎，熊侍卫，你误会了啊！我不过是个建议罢了，如果你不答应，那就算了。只是双城这块无主之地，难免引人觊觎啊！哎呀，到时候大好河山落入异族之手，哎呀，依我看，倒不如把它给分了。哎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啊，好不好啊？啊！你要是再搞胡言，休怪我。谁说双城是无主之地啊？太子殿下，白庭君，放肆！殿下的名字是你能直呼的？殿下，你可回来了！参见太子殿下！不许跪，不许跪！水月行之后，陛下已经把他贬为庶民，他现在根本不是什么太子殿下了。我是庶民，那你又是什么呀？不自量力的神棍，还是鸠占鹊巢的逆贼呀？眼下大局由熊侍卫掌管，熊侍卫，你怎么看呢？属下愿拥太子殿下为新帝。愿拥太子殿下为新帝。不可以，
不可以！哎，你说话呀！哎，你说话，昨晚不是说好了吗？啊，说好！世人皆苦，不得解脱。天机子就算贵为国师。 一样会为凡俗所累，真是可惜啊！不过各位都是母皇的旧臣，双城的未来还得仰仗大家。怎么，你们都想和国师一个下场吗？这天机子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臣等愿拥太子殿下为心弟。 臣等愿拥太子殿下为新帝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家平身，谢陛下。熊将军忠于职守，护驾有功，即日起晋为镇国大将军。夜夜与洛林为左右将军。 谢陛下，陛下，可是国师之位。无碍，我自有人选。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。 雨再大，也总要回家。被淋湿的鞋，晒干再出发。轻松的步伐，被泥土冲刷，力量无限放大。我们被小事打扰，为现实烦恼。不过和时间赛跑，未来的最佳男主角，准备。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插上竹蜻蜓，展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。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，一。